打过。哎，积木打过，我们来打个积木好吧？你来指挥我，现在你来指挥我，我来打积木。现在这些积木一共有几种形状啊？有三种，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三角形。哦，七个三角形，几个方的？圆几件？几个方的 ？One two。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Oh right, eight。好，我们先把这些都撸到旁边，跟平时我们玩积木一样的。我们来搭个房子吧。好的，那你告诉我先搭什么？先搭方的。好，你告诉我先搭哪一块？方的，一块放这边，一块放这边，搭成一个又高又大的大楼。好的，那你要告诉我先搭哪个？比如说，不要三角形的。你想放这个的话，你要告诉我 cat。先放 dog， 好，嘣，放好了。然后再 fish， 然后 fish， fish 是放上面 up 还是旁边？旁边。OK， fish。然后 hamster。hamster 说的真好， hamster 上面还是旁边？上面。上面。然后来一个。小猫 cat on the dog on the hamster hamster 我只放这个，就放 dog。 哦 on the dog 放 dog 上面。好的，小鸟 bird bird 放 hamster cat。 先搭一个楼梯。hamster 放在上面。先搭楼梯吧。好的，用一个三角形的搭楼梯。 OK， 不要绿色的，用黄，用橙色的 orange。 用 dog dog。放在哪个 fish？ 最底层。好，这样子吗？对。你可以说 fish 的旁边 ，fish good。fish 的旁边 ，fish 放 fish 旁边，然后放一个乌龟。turtle 是方的 turtle 还是三角形的 turtle？ 方的。方的 turtle。方形的。cat。bird。dog。绿色的叫 cat， 对，你要告诉我英语啊，不然我这个机器人就听不懂啦。好 cat good。 再放一个别忘了这个可以转转方向的啊，你可以告诉我转个方向。把这个转个方向。好，先告诉我是先告诉我是哪一块。是绿色这块。哦，绿的 fish。 好的，我们看看。转方向，转到这边。好的，稍等啊。转到 dog 的这边。转到 dog 的这边。好的，我知道了。然后放在 dog 的旁边。好，收到。另外一个楼梯搭好了。哇，有点像火箭嘛。好，我们继续。楼梯搭好了。哦，这是个 ladder， ladder 就是楼梯。哇，是个 ladder。 ladder， it's a ladder。 好了。好啦，完成了吗？没。好，还没有。大楼完成。哦，楼梯完成。好，继续。好嘞，一个青蛙。 frog。Frog 放在 turtle bird turtle 哦，轻轻的，也轻轻的。
rabbit. On the bird. 对，你要说英语，不然听不懂了。Bird.然后呢？该搭房顶了吧？该搭房顶了。好，挑个房。把这几个三个形状。所有的三角形全都转吗？全都转。好，全都转，给你看看效果，对吧？好，看看效果。转到上面。好，好好好。再弄成正方形。把它弄成正方形，把它们拼成正方形吗？对呀、啊。哦，把它们拼成正方形，这一个。把这个房子转个形状。啊、哦，转个方向。这样，然后再拦着。这样吗？这样，然后把两个全部转的。哦、，I know。那你要告诉我，是 frog and turtle。两个都转。好 ，frog and turtle。Frog, 对吧 ？Turtle 和 Frog 一起转是吧？转，好，搞定。然后放在这个上面。放在谁的上面呀 ？Frog 还是 Rabbit？ 还是中间 ？Frog。就太旁边了。太旁边。啊，那么中间一点。再把这个都拼成正方形。哦，都拼成正的，你告诉我哪两个？红色跟蓝色。红色和蓝色用英语说。Red and blue。好，蓝色转好了。再两转转。好的，那么你告诉我 ，red and blue 一起。And blue, okay, red and blue. 好。转，好。On the. 放上面。放他们上面啊。好。Good. 放上面。好的。在哪两个小动物的上面 ？Frog. 在这个方形的。哦，在这个方形。房子混合起来的地方。好的，那它这个上面这个小动物是什么 ？Tur.Turtle 这个呢 Frog 好的好哇好高啊再把这个黑色跟白色混合起来哦混合起来黑色和白色上面是什么小动物呀是小鸟和兔子好请你用英语告诉我 Red Bird 好的 Rabbit and the bird 转一下好放在最上面吗最上面 On the top Wow It's a building 这是你的 building 厉害我把它对我把它缩小一下放到我们可以看哇这就是你完成的给它取个名字吧叫什么什么大楼朱一城大楼小猪大楼小猪大楼太难我也觉得太难听了那你告诉我吧就叫新房子啊新房子啊、哦，新房子，好的，中文帮你打好了。这个新房子这三个字换个颜色吧，这个黑黑的不好看。黑的不好看。嗯，叫什么？换个绿色的。Blue, green. Green. 好，给你看看，一共有四种 green， 我这里可以变四种 green。Green one, green two， 第二种。Green three. 浅的。Green four. 浅的。Green one. 浅的。第一个。那跟我说 green one
哦，新房子，好的，名字就叫新房子。Good, good, 好，完成。放在这两个小动物上面。哪两个小动物？这个。Rabbit and。这个是什么？叭叭叭。叭叭叭。Bird。Bird。Rabbit。哦，不是放在上面，是哪个啊？这个 rabbit。下面。在下面。不是，太下面了。太下面了。好的，那么告诉我这两个小动物叫什么？一个是青蛙 ，very good， 一个是兔子。新房子，好了，朱逸晨的新房子搭好了，恭喜你 ，good。